我觉得大概有七八年了吧，大概七八年了啊，就特别想剪这种头发，我不知道好看不好看，试试吧。虽然那个长得不怎么样，但是说还是想往那性格打扮打扮。也是个方圆脸上，是吧？我也不少啊。不。有啥想法没自己？我给你看看啊，大概就这意思吧。嗯，这意思是吧？可以吗？就是这块吧，嗯，要我觉得要特别长的话，它可能会翘，是吧？然后都是大概都是到肩这位置。到这儿，嗯，不能过肩就会翘。对，然后最主要头脸别太短。今年多大了？今年呢？五十。五十啊，这发型剪完了，好像40多的。嗯，没事。还挺显得清纯的。嗯，就特别想剪这种头发，我不知道好看不好看，试试吧。那为啥这么多年一直没剪？嗯，没有，一直都是这种。我觉得大概有七八年了吧，大概七八年了啊，这种头。虽然那个长得不怎么样，但是说还是想往那性格打扮打扮，是吧？剪了，剪吧。啊，剪，没啥留恋的了是吧？没有，主要没剪过短发，想尝试一下。没剪过。还是20年之前吧，剪过那种，就是特别短，就是你特别擅长剪的那个。嗯，这我想尝试年轻的呗。现在想装马嫩吧。装马嫩呢？希望让你装成功。谢谢啊，你给我剪成功了，行了。啊，这又叫初恋发，知道呗？啊，这叫初恋发呀。对，剪完了。我看人家写的都叫剪零发，我都是琢磨着，哎呀，剪零发我也剪一把零试试。剪完的话都有初恋的感觉，是吧？嗯，对。小心点吧，没准剪完这发型啊，桃花运就来了。我天哪，50岁了，上哪有桃花运呢？嗯，不怕10000，都怕万一呢。老太太吧。现在老太太们才美呢。啊，我看这老太太们一到你这儿都，嗯，是吧？高兴的呢。啊，特别高兴。你也是特别会和他们聊天。聊的还挺好，你说还行吧？我看都是老远的，还东北的山大山这来是吧？啊，挺多的。我没啥事儿，换个心情呗，是吧？你说也都发型上换心情呗。其实这个剪发确实是，有时候真是换心情。嗯，对。不过说剪好了换心情啊，剪不好也难受。也是哈，它毕竟都一次机会，是吧？你不像说衣服啥的不好看喽，咱可以退喽。哎，对对对，那头发能退不？我上你这来成功率太高了，我看都特别高兴，剪完尽量尽力而为。嗯，这脸型好剪。哎呀，这大方脸儿，我自己看着都发愁。带劲了。哎呦，天哪，都长得，我都说我这脸儿上长剪成啥头发好看了呢？这个发型挺适合你的。你太会说话，这怎么稀罕呢？你还真是挺会聊天的。完了，我都觉得那老太太们好像跟你聊的都特别开心，是吧？我每期都看，每期都看呢。嗯，多点点赞，嗯，没问题。编辑个视频多不容易，是吧？嗯，你没点点赞，你看这么一剪，我觉得还挺好。现在还没成型呢，我才挺好看的，嗯，是吧？长得好，我是剪得好。别那么会说话，你那么会说话，我都上火了。再说脸都红了。是。长得不好剪的再好有啥用？过些日子我闺女也没再剪了。哎，You're trying to stay strong and fake a smile until I look away. But I've known you too long, it hurts to watch your blue eyes fade to gray as you fade away. As you fade away.Yeah, I'm about to fade away. Cause every time I wake up, I feel like it's Monday. Something's going wrong with all the chemicals up in my brain. All of a sudden, I don't look at anything the same way. Gotta build up of my thoughts sitting in an ashtray. I'm sorry that I'm so inconvenient, okay.